吴钊燮是顽固台独分子，在谋独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吴钊燮借各种名目，以各种形式，在国际上叫嚣台湾是主权国家，兜售台独主张，不惜充当外部反华势力的棋子，不断进行谋独挑衅。吴钊燮之流的台独行径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铁的事实，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，正告民进党当局，统一是正道，台独是绝路，任何勾连外部势力谋独聚统的行径啊，终遭清算。无反对中国台湾地区与我建交国进行任何形式官方往来，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。我们敦促有关国家言行一致，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，不要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舞台和便利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